希望大家如果有情緒上需要，即是找大家認識的社工或者心理輔導員。如果大家仲需要去悼念的，我哋相信咧，即係連龍翔嗰個，咁我哋咧而家都慢慢見到我哋嘅群眾咧係慢慢進入呢個遊行嘅路徑。咁我哋咧想同大家講，嗱，由修頂球場到呢個遮打返嘅行人專用區咧，並沒有不反對通知書嘅保護，並。